大家好。嗨，老嗨，干嘛去？我知道了。我想唱的是《捕捉》。哦，这首歌是很多人都在问，是不是周杰伦的《蒲公英》？不是，他是一个女生叫做李文琪自己写的，很年轻的时候就写。然后这首歌就是网络上几乎没有人 cover 过，所以都是周玲他自己编的，很厉害哟。Thank you.